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金门立委陈玉珍。毛嘉庆是我的好朋友，嘉庆这几年不管是在社会运动或是政治改革的道路上，一向都是勇往直前。他的思路清晰，辩才无碍，尤其对正义的坚持更是令我们佩服。这一次他用无党籍参选，没有资源，希望在中立的金门乡亲们，大家一起来支持20号毛嘉庆，让他为我们发声，为我们代言，不要让这样的一个好人才被埋没。